净水面只有这里狂冒泡泡，还出现漩涡。一早目击民众吓坏，是有人溺水吗？结果是，对啦，那个是游，还是这个人游泳啊？居然是一名阿伯在晨泳。消防队到场想劝离上岸，阿伯还游到远处就是不听。消防队下水拿救生圈，竟被阿伯拒绝，居然整整在水中追逐一个多小时，最后强制把阿伯拉上岸，要直接开罚。老翁游到靠近岸边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位同仁下水将老翁宣导并且劝离。事发在嘉义蓝潭水库，19号清晨6点多冲来救人。回顾过去，这里溺水意外频传，甚至有情侣莫名跳水，还传出鲤鱼精作怪，诡异传说一大堆。禁止下水的地方，阿伯偏偏要选在这里晨泳，这下被开罚最高50,000元，荷包大失血。记者侯国文、宋佩成、陈英君嘉义报道。